学员们扎丸子喽。带学员做饼啊，这是做的发面豆饼，这里边包的是豆，然后那个是发面千层饼，特意把美颜关掉了啊。糖酥麻花，外酥里软，杠杠好吃。学员搓的，老酥了啊，听。油条好吃不？好吃。哎呦啊，跟你说真的，他人说了，比他们市场上排队买的油条都好吃。买汤圆。大白饼，刚带学员做的，看这炸糕啊，鼓不鼓？凉了也不比，然后主要是好吃啊，就是好吃呀。漂亮吧？50克的剂子，豆腐脑好了，嫩滑嫩滑的豆腐脑，啥也别说了，造吧，香喷喷啊！可香可香了，闻一闻，尝一口。来，我有烤饼啊，带学员们做我有烤饼呢。油炸饼。嘿，早上起不来床，是没有好吃的东西亮相。汤晚上睡不着觉。银河开了野花。遗憾。